小朋友开心也仔细的向张荣发基金会执行长钟德梅解说太阳能风扇展现在创客社团的学习成果。我觉得非常好玩，而且创客社团能让我变得聪明，就像哆啦 A 梦用百宝袋给生活带来便利。我上这个社团我觉得很好玩，又觉得很有趣，真的是收获满满耶。感谢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补助基隆市十所学校办理课后创客社团，让更多弱势学生获得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创客就是创意，我希望小朋友不要害怕发想，哪怕是天马行空的想法，也有可能是有落实的一天。增加学生在未来的竞争力，透过动手实作、观察思索，让科技和创造力的种子在学生心中发芽。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张荣发基金会给了学校这样的资源，让创客这个种子啊，可以从小医生就可以开始发芽。不止创客社团，张荣发基金会还捐赠基隆市53万9000元充实导护装备。执行长亲自到建德国小当导护志工，感谢学校及志工们的奉献与付出，提升导护人员执勤时的安全，让更多爱心志工加入守护学童交通安全的行列。为孩子的上下学安全，风雨无阻，导护志工赞！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